叫，啊，那个台语的音较重，比咱台语重一个，啊，讲你迄个状态又有变化，啊，本来就这个声调，但是有关系，有底，啊，你啊，搁有啥？你咧读的状态又搁变化，所以咱听起来就较丰富啊。所以你会感觉听台语歌吼，你会感觉吼，有只表达的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啊，伊搁甲加入一寡的技术。这个单单的我想这种包装的够不是说明天的路我给学了啊，再来后安呢，因为他要跟我们说一些台语文的文学音跟那个高文的这个建议开始来说好，我们今天主要来说咱台语吼，文头音啊，个白话音吼，纯古文的一寡进步，啊，这因为进步足多啦，这是干呐积累吼一寡往五个方向来做一个积累。好，咱头一个来讲，日常语词一寡例子，咱到底咱这台语吼有啥物例子伫日常语？哦，咱就先来看，像全东西啊，咱即马华语啊，就是讲我今天啊，咱台语毋是啊，咱讲我今仔日，还是我今日要去倒位，啊，但是华语就讲今天你要去哪里？但是今天。到底你转东西有无？哦，咱来甲查一下。啊，咱即摆网络足方便的，会使小甲查。哦，我这是有查过，做过统计。今天伫转东西内底，敢若有三首。韩语有一个这课语文，恁应该知影嘛？韩语，伫高中的迄个国文课本，恁应该捌这个作者。啊！伊三篇，但是这三篇有这个今天这两字出现，但是伊这个天，今天就是讲今这个天，天顶的天，唔是讲时间的这个天，唔是讲华语讲今天，就是讲指时间啊，唔是，伊是讲今天，就是讲今是时间，今这个天，天顶这个天，天文这个天。哦，伊教三首，啊，若是讲今日话就出现，伫全龙寺就出多啊，就是咱台语咧讲，今日，哦，啊，咱会使小弟来写，这是我较早打的吼，哦，操，韩露啊，伊今天有这三首吼，查出来就是全东西吼，这三首，咱来看其中一首，今天之旋，其暗为连，今天就讲今就是今仔日啦，今天之旋。天顶，因为古早人吼，无像讲咱即马遮侪物件，伊会使看天星。哦，古早无像讲即马电影遮侪啊，爱看天星，啊，而且伊时间嘛遐侪拢伫外口看。啊，伊所以讲伊会了解讲天之旋，就是讲天顶的天星有迄、那个哦，有即个汉
所以讲有一个汉河，就是咱即摆讲的即个新河啦。啊，因较早讲河汉汉河，汉就是天顶遐天星遐个新河。哦，伊所以讲伊看即个天顶即个汉河会西，因为时间伊咱地球嘛伫西，啊天顶咧西嘛伫西，所以讲即个今天之旋。天顶点啊！你坐你转啊！哦，积压归零，迄是就是一种自然的代志。所以只有先是咧讲天顶，哦啊，另外这两首拢同款啊吼，那无转来吼，今日这听了车也无听要听我个，哦，啊那是。白天，白天嘛，咱华语会讲白天。啊，咱一般咱会讲啊，长天白日，长天白日。哦，啊，若是查落去，白天嘛是四宿尔，但迄个天拢是天文的天啦，毋是讲时间的天。哦，啊，白日。哦，啊，若是咱会讲昨日，哦，是啊，是讲昨昏，昨昏是就是讲今日的前一天。哦，啊，会讲昨日。哦，啊，昨日，主要讲出现的，那是讲昨天，他讲他只东条伊会讲去讲昨天，伊会讲昨日红花，哦，这是昨日就是规大堆啦，拢有这个。天就无即个事啦，有阻力，哦，阻力就足侪事个，咱小看一下吼，是毋是啦？看讲即个嘉温两河水，两河水，江连近河西，心怡乌一仙，中有精灵位，昨日上山下，上山。昨日上山下，特殊不能避。哦，所以讲昨日，他这昨日就足多啦。哦，所以讲安尼比落去，你就使了解讲，哎，台语啊，甲这个华语，哦，华语伫传统史内底，确实伊的一寡常常咧用的词就是无啦。哦，啊，咱台语的这个词就。足多嘞！好，啊，咱过来看这个阿母甲新妇。哦，大家迄先生有唱阿母的歌嘛？啊，咱这阿母到底是外母？咱即马查会到的，有一首诗啊，叫做《孔雀东南飞》，这是伫东汉的时阵，伫公元的西元1906年，所以讲就差不多2000年啊。啊，应该讲较早以前就阿母这个事，所以讲阿母这个事已经2000年。好，啊，所以讲是安怎讲咱台语白话足爽，袂爽。讲阿母袂爽，阿母伫孔雀东南飞2000年前，人就拢伫用啊。
哦，啊，咱伊这个诗吼盖长啦，啊，咱甲摘落一句啦。阿母得闻之，就是讲阿母听到哦，堆床变大咯，伊就听到，头下可能人家讲什么代志，伊就跪面床，甲堆落讲，就跪下就大咯啊。小主哦，就是这小囝伊了无所谓，何敢做？何敢做心所无意？哦，就讲这个小囝，就敢那天唔惊地唔惊，安那会来做父的意？哦，所以讲这句的意思大概是安尼。哦，啊，另外一句就讲新妇啦，新妇为夫立。哦，就讲新妇对这个父的，就是讲家门的这个小吏啊，就是讲这个官署讲，不负中分文啊，哦，往昔初用水，下家来跪门，哦，所以讲这新妇这个事嘛有啊，啊，这孔雀东南飞，来看。孔雀东南飞的，就是汉末啦，建安中啦，汉末建安。哦，啊，这汉末是讲东汉，啊，汉有分西汉甲东汉。哦，啊汉，啊，规个就孔雀东南飞啊，五里一徘徊，十三人即所。所以讲，伊这首诗主要是讲一个嫁人的新妇。哦，啊，就十三岁，就伊就在接受，受就是受过，伊就要抗拒啦。哦，十四学才艺，十四岁伊就要剪衫去做衫。哦，啊，古早人这新妇这一定爱，啊，嘛爱煮饭啦，啥物事这拢爱。哦，啊，所以这首诗是安尼，所以讲恁会再去查 ，Google 查一下吼，《孔雀东南飞》阿母，就在。找到足侪资料。哦，啊，过来就《运算酒》，《运算酒》这是传统诗内底寒山诗啊，伊毛写了这首。哦，啊，伊是安怎去讲？因食菜人哪会要讲《运算酒》呢？伊的意思讲，哦，啊，遮的鲸豚啊，就是讲一切的这个猪肉，伊会讲啊，这猪啊，啥物遮的精神啊，嘛是足可怜的，咱拢来家己来抬，啊，做这《运算酒》的三层肉。哦，太太做三层肉来温温来吃啊！哦啊，其实伊也是讲鸭啦吼，鸡鸭就是讲烘的这个鸭，哦，烘的鸭啊，点椒盐啦，就是个含盐，落去来温温的来吃。哦啊，其实这精神啦，这的猪啦，啊这鸭，嘛概括了就对。伊主要伊这首诗的意思是安尼。哦啊，但是不管伊主要来讲。有就讲个运算钱，咱这台语给人咧讲的，要运这个三层肉，要运算钱。我像讲这个鸡啊，这个鸡，这个其实咱台语地位嘛有咧用这个。哦，啊，另外就讲起算啊，像讲张巡东调迄阵安乐山判决判迄个赔款。哦啊，开入这规个城内啊，啊就甲这个安公啊，即摆就安公，参观咱咧有礼拜咧神明有安公，啊就张巡，规个城拢甲围下，围到尾啊，伊们无物件食，就派一寡人伊就自愿讲，互恁抬食，啊唔叫有礼拜咧安公，啊迄阵到尾潘君。杀入个城内底了后，要甲处决，啊，伊就张巡就甲起算啊。哦，啊，这个古文啊，其实咱伫国中啊、高中就有读过。哦，一本有一篇古文吼，伊就起算。
哦，啊，另外鸟鼠，鸟鼠咱拢台语会讲，啊，鸟鼠即伫《诗经》内底就有一篇啊，这篇就是讲，哦，欲知个个，独自碌碌，风雨犹独，鸟鼠犹去，君子犹乌。哦，即《诗经》内底有滴，啊，其实伫《诗经》《尚书》啊，《诗经》内底原啊。毛鸟鼠，但是伊个鸟鼠较讲是一个地名，哦，啊，若是用《诗经》这个吼，哦，鸟鼠，这就高高啊下，咱这台语的这个意思。哦，啊，咱是讲土角厝，哦，土角厝一般来讲一角两角的角嘛，土角厝啊，这是土地厝，啊，土吉厝，哦，比如咱是迄用跟啊木板，啊，阵啊内底放一寡土。啊，搁放一寡迄个切啊，搁切啊，啊，落去浸，甲浸互粘，迄个土土甲厝，哦，浸互粘，啊，毛原来放一寡米遐滴啊，啊，迄土甲厝内底啊，伫这个土甲厝，伫这个《诗经》《尚书》，哦，这就是伫周朝的时阵啊，落有一篇啊，《诗经》内底有一个新词，哦，这落一篇伫哩。伫西元前1045年，有即个土地处即个事嘛。哦，啊，所以讲咱用这個土角处啊、土地处这個，代志这是足古早、足古早，这比方是3000多年前即个事。哦，啊，这个字啊，哦啊。咱即马家己地位甲用来做厝，哦，啊，这个厝其实伫全伫左段都会用，差讲到甲会用厝啦，一厝两厝的这个厝，哦，啊，伫这个厝吼，你来去查统一字典吼，伊毛解说，伊这个厝就是讲就是房舍，房舍就是厝体就是厝。就是这字，啊，可能这字咱足常常用的吼，所以讲大家才袂记的，才用。搁另外用一个迄落，敢那迄个讲出错，迄个错，迄个做错，一个迄个。哦啊，其实这字吼，即马教育部推荐用字处嘛，是用这字。啊，这字就变较熟悉啊，但是其实吼，这字吼，它无讲厝的意思。这字是错，就是讲暂错，错就是讲暂时甲囥在遐，暂时囥的意思。明明格格，哦，就敢足地招，哦，啊，这厝吼，近代人是熟悉啊，其实是有错误的，哦，哦，啊，大概是讲较一般容易的。啊，咱若是为诗啊，抄讲以诗来对，要写首诗，你讲啊，底下写要有一个结论。哦，啊，抄讲以这首结论来看，这个佛名来佛，咱是入声的。啊，咱你若是用华语讲，这是佛面来，这个佛伊只唔变唔是坐，伊就出入啦。伊这首诗马上伊就落下结论啦。啊，咱台语逐字拢下结论。即便即逐字拢有下，拢完全下啊！即首啊，即首是坐起的吼、哦，标准的7言10句的这个完全每一字拢下完全的基本的结论。哦啊，另外咱再来看阿韵啊，阿韵唱讲刚说这个柳宗元这首《千山鸟飞绝》。万径林中灭，
高州苏立翁独钓寒江雪。这首伊是押入声韵的，啊，你这边也是讲用华语要来唱的《千山鸟飞》千山鸟飞绝》啊，第二声，万点万径人踪灭，灭第第四声，第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再并雪个并第三声，啊的并拢等于第二声、第四声、第三声都有啊。它这些不同的声韵边啊，到这边啊，五会啊。啊，咱若有台语的啊，较多水啊。千山鸟飞转入声，啊，而且是转咯。啊，后壁是啊，哦，那啊，咱也是用这台语的拼音吼，伊、哦、这就是转。啊 ，AT AT 这边，啊，这个 BN BN IAT， 哦，万径林中 BN BN， 那是 IAT 这边，哦，啊，高手苏立翁，这句话在边嘛，啊，独钓寒江雪，那是 UAT AT 这边。哦，所以讲，咱这台语押韵就押到足水的，拢袂走韵。哦，啊是押结论啊，甲押韵。哦，啊另外，逐句啊，迄拢是黄文同音的。哦，啊，但是白话音的白话音其实足侪足古早。那《诗经》，《诗经》这就是曹丕两三年前留落的《诗经》。啊，即有诶要押韵哦，你著爱用白话音。你若用本土音，都押袂着。有当啊，你要押韵，你用白话音。哦，参讲这首来讲 ，Q Q 中有满，咱是讲满。哦，我即个满满。哦，按咱是讲满。啊，即个满满，那是。阮头音是麻，麻麻麻，啊，那白话音是麻，哦，啊，这个是碧流鸡家家啊，麻麻，安尼一只啊啊的音，哦，碧流鸡家将其来，他们。有一个，这个文头音是西，啊，但是伫遮爱读高音，低刷，低刷刷花刷的刷，低刷，将伊来刷刷刷刷刷刷刷的意思吼，伊这是哈就是白话音花刷的意思，啊刷刷，伊本意伊这个意思就讲难记，就是讲你即马。行路噶啦，就是慢慢啊行，就是讲你拖沙，慢慢啊行，单程来讲，唔是讲走足紧来讲行足紧的，伊就是沙沙，就是单程，就是慢慢啊行，敢那悠哉悠哉啊，行就好啊，哦，是讲拖沙沙，哦，啊，所以讲伊这个高音就是沙，啊，甲遮啊，甲麻。加压的，压的音加压的对。哦，啊，下骹这就是当然爱入声的啊，有别键，键，啊这舌，哦，啊规个安尼，这种文同音的啊，落去压。哦，啊有字有力有字，哦你细粒字。咱台语会讲细粒字，用这个字，哦，啊有字 ，Q 中有字，哦有这个字啊收啊是哦，这个字啊，碧流之字，哦老鱼的字，哦碧流之字，鱼我腿记，哦这个高音嘛，这个咱怪讲记，啊伊这个是记，哦伊的高音是记，哦啊，哦主要来讲哦。
安尼咱用台语的白话音落去啊，往往只啊就。哦，啊，大多讲的是用四个建筑啊，甲四个啊文。哦，啊，其实白话音有诶，搁较古，比唐朝搁较早。啊，咱另外吼，咱搁看另外，就讲规个，搁来就讲佛经内底有一寡，参讲有一寡梵文啊，参讲南无阿弥陀佛，伊这是梵文。啊，咱今讲古话就讲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哦，啊，一般咱即马有个人会讲南无阿弥陀佛。啊，但是对我来讲，哎，伊是佛，还是佛，还是讲南无，还是南无？哦，啊，是安怎有这个梵文呢？因为咱这佛经吼，唔是家己中原只本土发产生的这个佛啊，成佛。啊，佛是伫印度，他在古印度啊，含梵文。啊，所以讲较早，要去西藏取经，去西藏取经是啥？伊爱去学遐梵文，啊来译经，伊爱去翻译遐经啊。就敢讲，哎，咱即马会有遐经文，遐梵文书遐尼，咱遐册遐尼多，啊，咱来甲翻译啊，翻译咱看有诶啊。啊，所以讲要去翻，啊，有诶翻，啊，明明遐因遐物件，啊是讲迄个书诶意思，咱就歹翻诶。哦，所以讲头一点就讲。伊迄就是歹翻，啊，都敢那一个秘密，所以讲就无要甲翻，就保留伊原来迄个文的音韵，啊音韵，啊但是嘛，让咱知影的音，让咱较早这个汉字的这个音，落去注音啊。哦，啊但是汉字的注音，安尼伊就甲较早汉字的迄个音保留啊，咱即马去对照讲。梵文，他在古梵文，伊迄音是啥物音？甲咱看即个汉字落去对照，安尼咱就知讲，哎，比较讲伊是较歪咱的台语啊，或歪华语，还是歪客语？哦，安尼咱就再来对照来研究。哦，啊，过来就多义啊，就是讲，哎，这个词，伊嘛是即性，嘛是。嘛是一个吉祥，嘛是尊贵的意思，拢总有。啊，咱汉字这边的汉字就无一个怪的词，后来啊，就用伊迄个词来用啊，啊，就用伊原文的音，啊，咱才用咱的汉字的音就去读，啊，倒一个词啦。哦，超讲这个，就刚刚说准就是讲博客幻这个词。就比如翻译啦，爱就是保留国家话，爱落去用。哦，也是讲，迄个物件咱中土遮就无啊，中原较早遐就无即个物件。啊，像讲即个杨柏树，也是讲有即个天达国，哦，等等一寡事。啊，就照伊个范文就拢去个，哦，也是讲诶，顺古来讲，古早伊就拢无翻啊，就是讲阿庙多罗三庙三菩提，哦，即本意是讲互相正定正觉，哦，就讲全部七个结路啊，哦，啊正定正觉啊，但是较早就无翻，啊就用范文啊，哦，也是讲新鲜过来，敢若讲国家尊重，哦，地位谦卑，等等。所以讲有这无翻，啊，拢用梵文的梵音，用汉字，而且咱就爱去看讲，哎，他在古早哩翻译的时阵，这个汉字的音韵应该是啥物事，来了解。好，啊，咱稍来看这个无的文头音是无，哦，啊，但是伫这个。伊即五不翻内底，即个参讲即南无，哦，伊即个是无，哦，咱来查孔乙己典，你来查孔乙己典哦，无字哦，就有一个高音啦，伊
伊就讲有一个配字，哦，这是分高切，专门咧讲高音的。哦，啊，伊即个讲何所为母啊？关母，母就是母啊。甲伊就是讲，较早高音就音，较早就变讲上高的时阵就无两个字的切音，无较早迄个注音化，切音的注音化。啊，较早就讲按着音就较多一字足过啊。啊，伊就讲啊，就是关母嘛，母足过啊，音足过啊。啊，所以讲这甲台语的白话音，那讲啊无啊，无啊。白话即个无啊，但是本土音嘛都无。我即摆注意这是一个字差，同伊字典。啊，我是家己啊，英文拢按大陆个标准，就是有互恁一张咧，迄恁嘛在当落安装机咧，啊嘛有线顶直接个迄个外文版本个，你会使直接查。哦，你会使即摆手机啊，你在查外文咧查，无即字，会使查就输了。哦，啊，另外一些吼，都有。伊个注一个梵文啊，梵言啊，就是讲梵文。哦，这个是讲我不翻来做的。我不翻来叫一个南摩诃那摩。哦，啊，伊这有小阿讲，诶，这个音的音韵是安怎？所以讲，咱会使用这个梵文就去推敲讲汉字较早的古文是安怎。哦，啊，这推敲出来就讲，为甲我迄个摩，啊，所以讲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南无啊，所以讲这应该是念作南无，南无诃那。简单的，伊只有讲上声，上声，就是讲诃那无。啊，伊只有讲无音如无啊，要归依啊。所以讲南无就是讲归依的意思，南无。哦，啊，咱国。看这个佛字，佛啊，佛啊，嘛有佛，这两音拢会使。哦，啊，但是这两音都是音，它挖转音的，哦，其实是佛音，它挖因为。佛经哩头初初译经的时阵是伫，嘛是伫东汉初年的时阵。东汉初年初初译这个佛经，头一部经是四十二章经。啊，伊译经的时阵，迄阵这个佛字啊，伊的音是，嘴唇音是较重的。佛，啊，若到甲东条了后，嘴唇音会变较无较重啊，变轻唇音嘛，就变佛。水准伊个无下较高，啊！若骨你个水准爱变，下下伊个骨较重浊音，啊！若到甲东调中高音就是重浊音，就变甲轻浊音，变变骨。哦，啊！若是骨质神经个即个心轴啊，就是有结底、波罗结底、波罗僧结底、菩提十段。啊，这就是用你的大语文啦，就是讲梵文。梵文即马保留较其实就是南传的佛教，因有一寡拢用大语文咧做，啊，迄大语文甲啊只古梵文较好。哦，所以讲咱会使用遐大语文来对照伊只个梵音，啊，再对照咱只汉字，就使对咱的汉字讲，哎，较早古音是啥物？哦，啊，所以讲伊即个你若用华语啊，讲。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哦，这音安尼啊，甲这个巴利文揭哦，揭谛甲咱这差不多，咱这是台语汉文音，叫做揭，是入声的嘛，揭哦，啊谛揭谛，所以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不对十波啊。这个音会较好，咱若用台语的这文同音，伊会较好。哦，啊，这是我不翻，啊，是我不翻，恁来专门研究一下的古汉文啊。我不翻这个在
会使心理去研究或做做，啊，你是讲记一个嘞，时间有限哦。咱来讲就爱开这个时间。啊，另外来讲，较早日本伊拢会派迄、那个伊个心理，伊就是讲遐出家的就是从细汉就啊，你去当兵，还是讲伫上兵时，伊拢会派遐去，啊，就比较从细汉就咱来探路。对这汉字啊，读书经，啊，读了后，因所以讲日本嘛有足侪书的，就卖老汉字字的，啊，汉字嘛是有的，有一部分，即卖愈来愈少。较早，头讲日记的，较早老一辈因迄个文字多，啊，即卖愈来愈西化，伊就愈为英语遐去。啊，若较早遐老的吼，有一寡咱会使顾一寡咧。哦，差不多咱来顾因同基本的，因了后因有发明一个拼，迄个汉那干呐，汉那干呐的一个拼音的五十音。啊，五十音伊的字源是啥？伊其实这五十音吼，伊是用咱的汉字的抄书的这个音，落去做伊的基本汉那干呐五十音的基本的字源。啊，伊的本字是啥？差不多。啊，这就是啊伊乌诶哦，啊就是安，安字字的抄写，就是变就是安尼，抄书啊伊乌诶 a 哦哦啊哦，两头音乌乌毛哦，两个音拢有。啊，所以讲咱咧对台。所以讲，这吼音源吼，你会使去注意咯。伊这字拢是汉字这个音，啊，这个音其实甲咱的台语音较像。好，啊，咱看一寡词啦。像讲，诶，这天然水，哦，啊，但是咱分头音无叫天然水，哦，天然水。啊，这个直接日本，我袂晓讲日语，啊，我有一届出差去日本，啊，我嘴干，啊，看伊啊，一罐罐顶头就写天然水，啊，但我想讲啊，因一定爱用文头音，我讲天然水，哎，天然水，啊，都啊，迄、那个头家就讲啊，天然水，啊，就听我，吓，啊，一通，哦，啊，这散步甲大意嘛是散步，日语，哦，啊。生命，啊个谈谈，你方面啊谈谈的事，哦、我讲要这句尔，啊但是人问讲你遐讲是比如讲，你方面啊，都你方面啊谈谈的事，袂使臭字，哎我其实袂晓，啊但是谈谈，未来，咱讲未来，讲未来，态度、心脏、世界、透明，哦透明是较少话有话话语啦，好、哦。透明，哦，啊，坦秀，哦，啊，这是，咱是讲普通讲，啊，其实日语是讲普通，修容者，修容者，分头音，就是讲修，咱是讲普嘛，但是分头音是用修容，修容者，啊，过来这个，抗死，你捌听无？抗死，白字抗死。抗死的日语就是安尼写，啊，日语或者抗死，伊的音无咱遐重，咱就抗死，啊，伊就是抗死，哦，啊，其实这两字吼，你去查这个诗吼，查关于字典，查讲我迄阵来过伊直接查吼，伊这伫书经来过了有啊，书经也同我讲两三年前一本册，哦，啊，遐书来过了有啊，伊这就是。就是讲，啊，伊这是要叠饭的，还是讲要叠衫？啊，叠衫就是衣橱、衫橱啊，看唔是？哦，啊，日语，哦，进两，咱讲进两三是无啦，是八到十。啊，日语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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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讲，甲咱的台语音有诶足好啊，啊是一两字啊，啊无啥，然后哈字甲七字其实嘛有啦，
啊，六字咱是讲六，文读音的是六，六字。所以讲叫哇，啊因哇，所以讲你日语你用文读音的较会记，就叫哇。因为日本人是为东条开始，啊，甲宋条开始才会出家人，去遐去学，所以讲用文读音的。哦，啊，所以讲大多上日语，其实不止日语啊，韩语嘛有啊。啊，个头讲这两三时间吼，泰国的这两三时间，大家台语就好啊。哦，啊，过来来讲古文册，古文册空语字典，其实古早文册伊嘛有注音呐、啊，是讲咱即卖人较袂晓。哦，啊，其实我有今日分一张互恁，恁转去后有兴趣过再研究。哦，啊，是讲。来上咱这课，咱会加减会讲些，互你了解，好了解这较早的注音是甚物款，啊，咱要安怎了解讲的音是安怎？哦，啊，其实较早的注音伊就讲切韵啦，哦，动韵啦，就动调迄阵的，啊，公韵啦，宋调的元调迄阵，伊元调迄阵个宋调音都拢有保留，哦，啊，伊就变伫元调初年迄阵就变变。文化啦，平水文，啊，到甲元朝较中期了，中原英文，即已经中原英文是华语的古文册，迄阵伊七破就无入声，伊即个文册就无入声，迄就变起码国语华语即个。哦，啊，甲明朝，伊国咱汉人又搁转来社会啊，头仔嘛伫南京，毋是伫北京，哦啊。但伊又是搁甲注意遮字，搁要恢复啦，搁有一个防护建议。哦，伊就是往东宋遐个音，啊，搁加上南方的遮一挂音韵。哦，啊，清朝了后考试会用遮字，但是一般讲就拢讲伊必须会话伊啊。哦，啊，大家讲迄是中高音，啊，上高音的足侪。其实足侪，我咧甲记几个啊咧，就是唐朝以前的音，像讲开，咱会讲开，这是文学音，啊，咱的台语的白话音是讲开，门甲开去，哦，啊开，伊这就有韵部这就了专门咧讲上高音的高音，哦，啊韵部这是宋朝的人写，收集但是咧就是较早的高音拢收集来，哦，啊伊这就讲开这字。谐音开，哦啊，其实我那早讲，这个开也是讲华语的开，哦啊，个华语的伊的同字一句，哦，祖师这就是伫晋朝迄阵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伊爱押韵哦，是上列之为为后壁因就爱为，哦啊，中轮动开。哦，我袂想开啦，开啦，就带袂阿运啦，所以爱开。啊，所以讲这个是开，就是开，是开。所以讲这个音就是开啊。啊，会，会，是安怎讲？甲台语白话音同。伊这个谐音嘛是有谐音，哦，会，会，会，哦，伊这个高音加伊后边是。哎，这个会会会，咱嘛讲啊，讲会会，你老会老会，这个轻口。啊，其实白话音皆拢有咧讲，啊，伊这个就是讲，伊才有流行，这嘛是晋朝的文章啦。诶，晋朝这个文章吼，啊，伊这个就是吸会，哦，啊，甲这个平会。还是盈会，安尼才会到位。哦，啊天高音，上高音是天。啊，咱即摆讲天上，文头音，啊白话音是天。哦，啊天伊这高音又讲玄文，高文是真文通，所以讲伊是压伫真文真，就是。金后边是 iron， 对不对？金音啊，天哦，啊天哦，迄是仙文啊，仙文就是中国音啊，古是甲金文通。
所以讲这个古文爱搁足多啦，搁其实搁足多，今日时间吼讲袂完啊多。哦，啊，这用古文册，中古音甲上古音，拢会使去印证。啊，过来咱来讲北京啊，咱即马讲的，即马大部分咱台湾嘛是愈来愈北京语，我下面咱拢讲北京语。啊，北京语到底意思安怎？